不用。你的脸上是为什么我的样子是那种受了委屈的脸？哎呦，哦，确实是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居然这样子来吃鱼啊！有发胶。哎，不还好没吃，是闻的。嗯，要中毒了。先用热油滚过，再以菩提子小火入味。可这最后一味是……你为什么那么懂，但是自己不会做？对呀、啊。玉石花，懒是。懒是。义兄，是我特意去青丘摘了玉石花根，专门为做糖醋鱼儿备的。瞎说，是我摘的。以后在云南吃苦菜。我要念诗了。夜吟误入西风处，谁言之逆，且之非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应该收一下的。完了，这个是熬了那一段，我熬了。你熬了吗？这是咱们第一次说笑话。大点声，别让我们听一下，让我们听一下。